这个屏风呢，其实是要着急的。他的节奏还是慢。利好企业管理高最难嘛，都是十几万的年薪嘞。哎呀，我们来一听一下看。好嘞，五万的。不是，你在找那个总裁？我找那个年薪六万的，是吗？总裁，我在上面上班，你就呼我一下，我下来了。啊，我们，啊，就是他也谈这个事情。我那就五十万。你是出韩国的，二十米的也没过八米。怎么了？这样。是吧？嗯。我没有问他过八米的事。你这个怎么只过八米的？哎，腰长得很。为什么这个房子了？那没关系，反正了。超了八十秒了，是啊，我做了白天的时间会比较早吗？